哇，简直太乖了，哎呦，你晓得我在陪你啊。
Yeah.
少见。没事。哎，这个大熊猫跑到哪里去了？好巧哈，好嫩的，太甜。你看，它闻一下。哎。它闻，闻这个。嗯，它挑，它大的吃。这个。哎，它大的，它新鲜的，你看。又不要吃。找找好吃的。真是。现在看什么东西？哎呀，哎又跑了！他屁股怎么这么脏啊？侄儿。走走。左。有的，
挺好吃的。咦，你这孩子这个，他一些花都没有，没有人打，打嘛不干净。看你那水泥啊，你看完了。
这个现在就掉门了吗？现在掉。那个奥利奥好久掉了？11点。也是11点嘛，噶。嗯。他那几只鸭子？没来，肉肉。这个门关上，挺好。你听着么？那个门费是好多人，啥人一天呢？多点两块，还甜。你不走了就光看了，只要不看。对。独从他。独从啊。对。两口就吃了。嗯。白了。那个叫的是，那老五个了不会吃一块。就是不敢吃多，吃多要拉稀。嗯。你这么一拉，拉十个还是不够，吃十五个。吃多了身体不好。苹果虽甜，可不要贪苹果哟。也是，你吃多重要。还在回味。主要是要好好多人要做生意。嗯。10块。搞了个30岁的，过一年过两回生意。他们过生，我们当然吃个蛋糕，你们吃蛋糕，他吃冰蛋糕。哦。还有那个冰，吃蒸蛋糕。冰的那个，冰的里面冻的苹果有那个。哦。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这些嘛。嗯。我们就吃蒸蛋糕嘛，人家本身就卖蒸蛋糕。不喝牛，这蒸蛋糕我们就疯了，这菜肴也没疯了。他有什么地板呀？那个什么大？嗯，二十，一万二十多。
上海那个人好久没来了，还有玄花没得了，完了，还想吃，是不是？是不是还想吃？
这个时候咋种啊？有五十块钱。嗯。他家里面分一次还不好意思。你咋子？比你低了了还？那要是真冤枉的，我咋的？哎呀，你这个，你说你家人不说你？他家里面分的嘛。对呀，对呀，家人不说是吗？啊，你咋说好像就还好大岁数？你这个你看我那个说，家里面的分是最多有分数。昨天你翻过是有哪个哪些人？我这没翻过，就哪一种没翻过？咱没有翻的，怎么没翻？我等我今天再翻一个，今天翻的。你不信你看嘛，昨天你昨天你看翻哪有嘛？哎，对不对？二哥，你连我没干啥嘛？你老啥子？我也做寒酸，这些就是。昨天你有的嘛？你把你看到你转上去嘛？江源分的。昨天是没有嘛？昨天你不相信？我们昨天你看到有的你。他做寒酸要拿身份证。对啊。这是名字哦。我家上了，这十来年有。你看你上的嘛，这你都不得。已经没有。就是你下那个水平咋不行？啥水平？下那个水平你牛，你咋不行？这啥水平你才知道呢？我摔了半天还不行。那个像那个像啥老胖了，还没力气了嘛，你往这来有？
这一天嘛，就这一天嘛。所以你能不能就这一天嘛？要回来拿，回来吃啥子啊？没意思。让你吃的。一个小时，你这个小时好习惯，自己想背那个比你这个好些。这种是不是说你？咋呢？咋呢？还是这边的吗？咋呢？你这边的。哦，说你还是这边的吗？对。你是不是人家也好些，收到个货？人家同意给人家好些，就是过来不成。人家高级就是同意，同意给人家好。他可以送你他的。嗯？还有大肉片，还有这大送你。我说你们怎么的？怎么的你？怎么的你可怎么？还是大肉片菜，还是这个。他和你发过收银人，他才见过。哦，你们十二个十二个的收银人，收银人。这有那么你，这些你这人还是强，这人不一定你，这还是很强。好嘞啊，啊？你电话啊？电话。嗯。好嘞啊。听到。好嘞啊。来了。我他中午吃窝头。好嘞啊。干啥，妹妹？哦，好厉害！好，他在吃，这应该是他们是补充营养的。你这么眼睛呢？行，你转过来吗？两个小时来点粗粮，连口就吃完了，吃完细粮来点粗粮。一看牙，哦，所以说你现在就外包服换成你们了。
压好，压好厉害。
样子。哎，这个。这个把它裹着。这个倒轻着了。嗯，我觉得轻。嗯。哎。嗯。你把那个拍上了没？那这个就像这些都是挺像是毛绒的。
他自己这吃，你还咋么样？盆在吃。是？还有啥子嘛？熊猫，熊猫，快过来。他还是有个。对。你能推过来吗？哎呦，哎呦！是不是？你要吃鱼？人家都吃中午饭。你看，他们拍视频。谁在吃饭呢？我们老师都是喜欢吃的，我们吃的。这样子，怎么没看小熊猫？小熊猫是放出来的，怎么？没有放出来。它有没用？它放也没用，就是那个鱼的，就看到了。
拍摄。哎，他等会儿要放苹果吗？啊？放不放苹果什么的？要。要啊，嗯。啊。他只是最近不大感兴趣，对苹果。他喜欢吃窝头。哦吼。一直都对苹果不大感冒。他一般好晚上好久回去呢？下午、啊。晚上，五点过点。五点过点啊。
主要的原因，看到那个园区那几块儿，我天天爬的也老高啊，看到他们会这么大也最喜欢爬，睡觉也是的。他下午你上午吃的多点吗？还是少点？差不多的，还是要少一些，下午要少。妈妈，我要躲雨，我要躲小雨。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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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看到没有？它那个钻出来的去哪里了？它没动在这儿。我感觉它吃的，我就像啃甘蔗一样，嘎，也把皮啃了。皮。星星啊，星星。把帽子戴上。帽子戴上看。下雨了。这个。有没有拍你？就是你这样耍的太多了。赶紧走啊，走走。他吃的香不香？香。你想不想吃？想。你想吃啊？你看没有？嗯。然后再。现在基本上每只熊猫不是得吃了就是得睡。睡、嗯。睡。都妈妈把吃吃吃吃。哎，妈妈等。啊，那不能过吗？哎，这个我不吃了。你咋说？他说那个不吃。你吃过不？我吃过。哎，我一说你，你这。好的劲头是吧？哎呦，这是快点！这个更干，睡着吃。这个吃睡着，哦，那就吃。看他吃干了。睡得好干。好、哎，咋远了？这真不是。自己把取下来，哎，不是啥了不？
这插到那个石头里头的。哦，它插到石头里头的，粘它把那皮好会撕，是吧？嗯，粘，它是里头的粘。像这些啃甘蔗。哎，吃甘蔗一样，粘的牙齿好粘。你看那个皮皮它现在是个儿个儿聪明了还是你长好清楚的他都是牙他现在在想我吃完你们早上给我送来啊这个螺都煎的像手机好看到好舒服是吧这个是它的夹子它这个是它弄的多了就像叫夸了我可以夹给它夹的哎呀你到底多少分了哎呀怎么了哎呀你包得干死哦我刚才不行刚才要把它搞一搞干的是真的干嘛呀？还不走嗦？妈没在那个。你在十大街瞧啥子子啊？十大街对头，那儿就是那个的嘛。就是你们北市那儿的嘛。有啊。有没有熊猫？有。有没有？有啊，就是看一下。嗯。刚刚看，哎呀，哎呀，哎呀，好脏啊！真是，熊猫是白色的，它都成了那个，成了这个咖啡色的了。你看，你看熊猫，你看啊，好吗？对呀，好吗？嗯。你看，这熊猫，哇！连根管，连滚滚，你看这个熊猫，你看，熊猫，哇，看下来还白一些，你好脏，看到，是公啊公的，爸爸，熊猫猫，你看，哎，吃好香哦。它可以吃圆滚滚，看，对吧？你看这个熊猫猫，家里也有熊猫猫。啊！你说是的，熊猫猫要跑。嗯，对，这个是野生的。野生的呀，还有那么多野生的吗？呀，会吃个竹子，你还不吃叶子？它不皮皮，跟甘蔗那样的。它不啊？它说不嘛，不皮皮。圆滚滚。呀，不皮皮。它不皮皮是吧？哎，它晓得不？它这么聪明啊！可以啊，猴子晓得不婆婆的。你看，熊猫猫。熊猫猫。啊！你招呼熊猫猫啊？熊猫猫，你看。熊猫猫怎么吃的？
啊，还招呼熊猫吗？哦，你老虎啊，老虎是不是？哦，你看那个是这个东西，哦，熊猫吗？是不是呀？小声一点，熊猫有点走了，我给它回一次哦。它有个椰子咋吃完？它椰子不吃了。啊！你看，你看，你看，熊猫饿了，饿了。你看，熊猫饿了。哇，它牙超吓人了。走吧，来，别别别，嗯，那医生谁喊的？嗯。我们这样子看见了是，你看把这个羊，羊把你的嘴巴塞住。哎呀，你那个是什么？Thank you.
哎，这里还有哎。小熊猫，大熊猫。小的。我想吃这个，好不好吃？
个挺简单的哇。哎，你看这个年纪好大了，你看好大，你说过来。那边好小，真的。
还吃了一个。那早上才好看，我快看一下嘛。躺着吃。你拍这个干嘛呀？做直播。哦。那肥肉熬的啊，老是捧过来。沈阳园在给他放的，沈阳园刚才还竹子给他放的。
睡不着吗？你照样手机掉超过玻璃了，还不小心掉进去哦。嗯，嗯。哇，吃舒服了你。这个还有没有？我们去找去了，拿去。还有呢，再来一个。哦，什么？还有个窝头，窝窝头。窝头啊？嗯，好像是吧。棕色的那种，先吃苹果，再吃窝头。
小心点，不能靠那个边边去啊！靠边，靠边边啊！怎么这堵着呢？啊，直接这里。妈妈，帮你看。
Thank you.
高度也是。那还在往上爬呢。我觉得离亚青年还有点远，这应该是六年，是2020年。那人腿上拔出来了，拔了一根枪。好大呀。